你好，我们来分析一下三月份的中奖的赚钱报告。各位，我们已经呢，三月份 A 组牌中了5次啊，就是5车；B 组牌中了8次，就是8车，总共中了13车啊，全车的是13车，一车赚2万，13车总共你赚了26万。恭喜各位，乘以一的中26万，乘以0.5的中13万，乘以就是乘以0.1，最少啊，最穷的人乘以0.1都赚了26,000啊！恭喜各位，到目前为止各位中大奖，中大钱啊！你中那么多钱，1000块吃红的钱，本来你要给我3000块，我只收1000块吃红的钱，我们每中3次要收1000块吃红的钱啊！那么你寄来也好，不寄来也好，我也不会打电话催你，我也不会打电话你，也从不打电话给任何人。哎呀，你来加入我会员，你要来就来，不来就算了。今天是你要靠我赚钱的，不是我靠你赚钱的。你拿了一点钱，你也没出任何本钱的，你每天都在领钱的，你有没有搞错了？你到台湾彩券公司那边买彩券，今天晚上买了，隔天是不是你就白天你就领钱领回来了吗？是不是输了你就存在他妈台湾彩券公司那个3期4期赢回来，不是通通都是赢回来了吗？你有什么好啰嗦埋怨的呢？是不是你没看过钱，没钱我借你钱，有输钱的我赔你5万啊！赶快把钱小钱寄过来，你赚大钱我赚小钱，不寄来的话今天绝对不再寄资讯给你。